好奇，因为那时候就想被骚，就是上酒店，你能接受什么歌去酒店吗？李仁哥，我能接受啊。有读出不一样的资讯吗？我能接受啊。垃圾。去啊。北斗爆菊拳，谢谢。别管李仁能否上酒店辣妹，陶晶莹我能接受，但拳头硬了。在线上看是不是要有梗啊？我要买鸡胸肉，我要买鸡胸肉。首档大型明星辩论综艺节目《全明星辩论会》6月17号起，每周六晚间8点将在三立都会台播出。陶晶莹担任评审长，视网膜是控场司仪，陈芳与黄豪平身为队长。是真的是1月的时候就已经决定要停更，然后在宣布之后，我们节目才陆陆续续的开始。你是停更在啊？我觉得单纯是因为网络我自己做腻了，然后想要尝试一个不一样的环境。哇塞，网络做腻了，我们都还在奋斗，我们都在努力往里面挤，都没有订阅，我之前的那个频道好爽啊！谢谢，我们真的比较可能会让大家发现是我私底下没有荧幕里面那么贱啦。我本来要被你访问的时候，我很害怕，然后公司说你很酸，然后你还带那个柚子，我就觉得哦，好酸哦，柚子。不是，我是说他的狗狗的心。不好意思，才发现你其实很 nice。对，之前是跟你不要花了，那最后你跟他要什么？其实我去美国的食宿，什么所有钱都他出的、欸，哦，都出了几十万呢、欸，所以我哪好意思再要。礼物，然后我只有说，那我暑假可以再去吗？就流汗。然后前阵子那个高中生，他跟同学办结婚之后，然后他就被掉下楼那个事情。这就是我们节目的目的，希望大家理性的思辨。其实这个反而是我们全民应该做的一个训练，就是资讯不完整的时候，不要下任何的判断。他来跑个几块。也证明每一个人都很有压力，在现在，搞不好下一个就是好评，他就会因为承受不了压力，对，他就 Ratchet。好，因为那时候就想被骚，就是上酒店，你能接受什么歌去酒店吗？哇，李仁哥，我能接受啊。有读出不一样的资讯吗？我能接受啊。李仁哥，我跟酒店没有很亲密的情况，对吗？去啊！北斗爆菊拳，谢谢。